现在最想知道的啊，你们俩这日子打算怎么过呀？是继续往下过呢，还是不过呢？啊，是不是想复婚？二白，能说些有用的吗？ 没这打算。不是你们俩到底想怎么着啊？想怎么着啊？啊，雨山，我在洛杉矶住半年，生下孩子。你把孩子抚养到18岁，你也有了孩子，我也有了，咱俩各顾各的。好啊，我不光要抚养他到18岁，我还要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呵，瞧你们俩说的啊，这叫利索啊，这跟找一代孕有什么区别啊？说的还真没错，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个代孕的。 既然是这样，好啊！你每个月都付我生活费，生完孩子我就回旧金山。你抬什么杠？你抬什么杠呢？不会好好说话呀！抬什么杠啊你？没事，抬什么杠？好好说。萧雨山，你一直希望我生下这个孩子。今天当着二麦的面，我最后问你一次。 孩子，要还是不要？我当然要。你开的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这个孩子我要定了。Deal。Deal。爸，您少喝点啊。少喝呀。 其实我得多喝点。姐，一会儿吃吧。哎，好，我把汤端过来。啊，倒完酒，你坐雨山边上，挨着雨山。哎，好吃吧。哟，不知道我的手艺合不合雨山的胃口？可以。雨山呐、啊，这个。 一家人坐在一起了，我也就把话说开了。哎，不管以前和你哥、你姐有过什么样的矛盾啊，都过去了。一家人就是一家人嘛，不能记仇。你说呢？放心吧，爸，我早忘了。哎，这就对了啊，一家人嘛。为了这孩子，咱干一杯。对对对，一家人高兴的事都忘了啊！来，嗯，吃吃吧啊！来，你看你吃。嗯，好吃。 你想住哪儿就住哪儿。我就住半年，你忍一忍，我们彼此迁就一下。OK。哎呀，行了吧，你们这年轻人呐，您别送了，进去吧。您什么时候回旧金山呀？嗨，我住个3、2天就回去了。哎，有时间你过来陪我喝酒啊。哎，哎，你们开车都慢点啊。行，放心吧，爸。您如果想出去，随时给我打电话，我让司机过来接你。嗨，忙你们的去吧，年轻人工作要紧啊。你回去吧，开车都慢点啊。哎。 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你什么时候有的女朋友啊？我见过没有？我其实早该告诉你，但现在不行。为什么呀？回头再说。你给我半年，半年之后我们就结婚。还是要瞒着朋友？怀孕的人特别敏感，小妹她现在不能受刺激，她又是那种说反悔就反悔的人。对不起，我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复杂。孩子生下来谁抚养？我希望我们抚养。 我知道我这么做非常自私，我不能为难你，我也没有权利为难你。你应该选择你自己想要的生活。我答应你，我们等待你。 这么说，现在你是默认他们把这孩子生下来了，是吗？哎呦，谢桥，你脑子烧糊涂了！不结婚，等他们把这孩子生下来，不光是名分的问题，没有婚姻，你什么都没有。你也是30多岁的人了，你怎么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啊？我也不希望有这样的局面，可事情已经发生了。雨山非常想要这个孩子。 他现在也很为难，想要孩子，你可以给他生呀，这有什么为难的？这叫考验，口口声声说是真爱，拿出行动来啊！爱你，娶你，和你生孩子过日子，那才叫真爱呢。这孩子不是刚满14周吗？现在堕胎不违法，这孩子现在还留着，说明他们都想要这个孩子。小雨山这么做，他为你考虑了吗？要不然。 孩子可以留下，现在马上结婚，不能等，等半年，这萧雨山指不定就是谁的老公了。可是这话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这有什么可说不出口的？你只要跟萧雨山说，现在马上跟你结婚，等这个孩子出生了，萧雨山当了爸爸，这个男人还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觉得好无助，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像在失去自己。 苏眠，你告诉我，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不是一直都在跟你说吗？你怎么一点都听不进去呢？千万别相信半年就跟你结婚这种鬼话，半年之内发生什么，萧雨山自己都不知道。轻信是你最大的问题，谢桥，别忘了秦淮的教训。这女人吧，偶尔受伤叫经历，经常受伤叫有病。 你见哪个男人愿意守着一个病人过一辈子啊？亮亮，哎，这也新女人。对呀，形象不错啊，还可以吧？你看，对不对？ 好久，小关，还那样哇！这是我要的那款，国内都没有的呢。哎呀，绝对的高端大气上档次。那是，这一定是这位大姐海外代购的结果吧？小点声，太聪明了。哇，这么潮的眼镜也太拉风了。这是谢桥的妹妹谢雨，我这眼镜啊，就是她从洛杉矶。 给我弄来的是吗？那能也帮我戴一副吗？我最近啊，刚好看上一副眼镜，可以呀。啊，回头你把你要的那个型号和样子发给我，肯定比国内便宜。太好了。对了，那我朋友要是买的话，也可以找你吗？没问题。我跟你说，你千万别跟我客气。当然了，我在这儿要收点这个过路费，但是我保证既保真又便宜。我知道你姐在美国，她买名牌啊，一定很方便。什么时候再去？咱们组个团呗。 没问题，组团一块儿啊！哎，哟，这么热闹，要组团去哪儿啊？洛杉矶啊！哎，谢雨，我可是马上就要去洛杉矶了。真的？嗯，我女儿要去洛杉矶上学，我去送她，顺便呀去看看你姐。哎，我姐要知道肯定高兴坏了，我让她去机场接您。好啊，干脆你住他们家得了，我姐他们那别墅特别大。是吗？我手机呢？您看照片。感。哦，是哦，好漂亮！哎呀，哎呀，真漂亮这房子啊！就是不知道咱们的谢大主持人有没有时间招呼我们？哪儿的话，李老师，没时间你挤出时间啊！我回头就联系他。哎，您把您那个手机给我，我把我姐在 LA 电话给您存上。哎，好好。有什么事您就找他。嗯，好嘞。 你姐在那儿还好吧？嗯，挺好的。哎，对了，谢桥现在在那边做什么工作呢？我姐没工作，上语言学校呢。你看看咱们，每天挤地铁还贷款，到头来什么也没捞着。行了行了啊，你就别哭穷了。像你这种眼镜啊，也不是一般人想买就能买得起的，还哭穷了。哼，好了，谢宇，你跟他们聊吧，我走了啊。慢点，李老师。哎，好，拜拜。拜拜。哎。 带上给我发朋友圈什么的，给我宣传一下。照相，照相，照相。谢强，你最近有没有挣到钱啊？没有啊。哎，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嗯，这个大叔总是对我不冷不热的，我已经快失去耐心了。喂，端木。万强，我的鞋落在公寓里了，你在家呢吗？啊，我刚放学，我这就回去。啊，你等我吧，拜拜。Lisa， 我有点事要先走了啊。好，拜拜，拜拜。强，哎，别找了，在这儿呢。啊，在哪儿呢？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塞到这柜子。啊。 找到了，太好了！啊，我给你找俩袋子。俺家就这样的，哎呀，总得落点什么。哎呦，衣服都皱了。哎呀，今天你这么一打扮啊，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好看吗？好看。嗯哼，我最爱旗袍，可惜天天干活舍不得穿呢。今天啊，你真的是太漂亮了。不过我听说，在餐馆。 跟一个大个子老莫一起干一样的活儿，我都担心死你了。你看你，还这么有精神头，你到底累不累啊？那你觉得我是累呀，还是不累呀？我看你啊，是一点都不累。我跟你说，这人呢，耐力的弹性极其大。我刚开始干的时候，我觉得我再多干一天，我就必须得死，必须得死。结果怎么样？ 把最艰难的那两天熬过去，摸摸，你呀就是个女金刚，金刚芭比。哎，我给你的那个电话你打没打呀？合租的那个女的，没有。我想先找个稳定一点的工作。稳定的工作。 哎呀，现在要是能找到一份保姆的工作，那简直盖了。我做保姆？对呀，保姆哎。哦，对，你是大主持人，不是？干保姆工作可能心理上会有一点点，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啊，什么时候就说什么话。 你知道，要是能够找到一个保姆工作，那简直太棒了。我跟你说，保姆的收入比你们电视台里好多人的钱都高呢。我在北京自己雇保姆，来洛杉矶当保姆，这也太讽刺了吧！生活还没把你逼到那个份儿上。你知道，在洛杉矶。 有多少学画画的、弹钢琴的、搞艺术的，他们都巴不得找到一份保姆的工作，为什么呢？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可是他们又需要维持生计。那保姆工作呢，赚的钱多，时间又非常的灵活，你可以腾出很多的时间来，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当然了，像我这种完全没有理想的，只想赚钱的，也巴不得做一份保姆的工作。可惜呀，太难了。你知道，他们有些雇主不光看你活干得好不好，那还要看你长相呢。跟选美似的。可你知道，我根本不会干家务活。家务活这个东西啊，干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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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都会了。没关系，我帮你想着，一旦有了，我第一个通知你啊。 OK， 走，送我下去，带你去见个人。见谁呀？下去就知道了。嗯，什么人啊？这么神秘？哦，安妮。哎，梅。 哎呀，这高跟鞋好几年都不穿了。Oh, honey,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too. 想我了没有？嗯。Say 想。想。想。嗯。哦 ，Thank you. 啊，谢桥，啊，给你介绍我的朋友 Peter。 你好，我是谢桥。谢桥。谢桥。Yeah. My love has told me a lot about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哇，你会说英语吗？哎呀，就一点点。哦，真棒！不过我跟 Peter 的交流基本上是靠猜和比划。不要不好意思，他什么都听不懂的。你们俩。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嗯，就是这两天的事儿。没想到人在最倒霉的时候，艳遇就来了。嗯，所以说生活没有绝境。Not really sure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What, leaving somebody out in the cold? 你的 Peter 受冷落了。Oh, I'm sorry. 我们要去郊游，就不陪你喽。嗯，去吧。过两天让他请你吃饭。不用。啊 ，Go ahead. Sorry for delaying you guys. Have a great time. You know, Chao, you're awful pretty. You want to join us? No, no, no. I have other plans. You go have fun with Demo. 你都听懂了，我一个字儿都没听懂。我们走了，拜拜，拜拜，我们走。哦，这端木竟然让你给人家当保姆，这脑子一定是让人给炸了。 哎，前几天有个客户想让我帮忙给他的孩子找个中文老师，那你能联系上吗？我试试看啊。喂，哎，陈太你好，是我，二麦，二麦，一二三。 二，田二麦，哎，是我想起来了哈，对对对，我就是问一下，您家那孩子不是想找个中文老师吗？啊，找到了没有？哦，这正好我这儿有一位，你想不想见一面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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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怎么样 ？No 吧？真的？现在去见一面。哎啊。 我们家孩子一直在美国长大，我们就是想让他能学到最标准的普通话。没问题，谢晓老师是国内电视台的主持人。啊，我说嘛，长得这么漂亮。哎呀，没有，那真是太好了。不过就是要看您跟孩子合不合得来啊。那是当然的。Rich， 陈瑞琪，一定是玩得太高兴了，我去叫他。 哎，好，瑞奇，陈太人感觉挺好的。是啊，那个一堂课100刀，一周2堂课，是不是薪水有点少啊？没关系的，家庭教师可以长期做嘛，有活干，我已经很知足了。真好，你真是有福气啊！动动嘴皮子就能有这么轻巧的工作，那还不是多亏了你啊！这次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不用，不用，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把你照顾好。那个谢宇给你打电话了吗？啊，不知道啊。哎呦，我今天手机都没电了。他说北京要来人，让你负责接待一下。北京要来人？他说是谁了吗？说是电视台的一个什么制片人，姓李。啊。不是，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呀？这谢桥以前电视台的一同事要过来，谢桥一听懵了。电视台人都知道他家里的情怀了。这事儿我还真知道。 他当初跟秦淮在一块儿，那是轰轰烈烈的在单位里辞了职，轰轰烈烈的走了。哎呦，这事儿可严重了！这电视台的人都认识秦淮了。认识啊，我记得他跟我说过，来之前好像秦淮还请他们同事吃饭来着呢。哎呦，这可怎么弄的？哎呀，他们同事都认为谢桥来到洛杉矶跟秦淮过好日子了。 那同事过来一看，谢桥混得这么惨，这可不就麻烦了吗？对呀，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有一个人知道了，我估计瞬间10000个人都得知道。家里的亲戚朋友非得炸了锅不可。不光是亲戚朋友，谢桥以前是一个挺有名的主持人，弄不好就成了爆炸性新闻了。 喂，姐。哎，你快告诉我，是不是李璐要来洛杉矶啊？嗯，对，李璐老师要送女儿去洛杉矶上学。 我跟他说了，你会接待，就让他们住你那儿呗。啊？啊？你还说什么了？我说你会全程陪同啊。怎么了？我说错话了？不是你们家那房不是挺大的吗？多住几个人应该没事儿，还是家里边不方便？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想知道他的行程，我到时候好安排时间。具体行程我也不大清楚，应该是下周吧。行，知道了，你别管了，我晚点给他打电话吧。李璐是我的老上级，别让他觉得我怠慢了他们。对，在海外有朋友接待是件很有面的事儿。 而且李璐老师是和家人一块儿去的，你应该好好招待。还有，等他们回来的时候，还能给我带几副眼镜儿。哦，对，这事儿我可以跟二麦哥说。哎，姐啊，我听着呢。那个没事了，我知道了，你赶紧睡吧。啊，嗯，那我接着睡了啊。 棉，有个事儿得跟你商量商量。怎么了？谢桥同事有个叫李璐的要到洛杉矶来，挺正常的嘛。他的同事要去谢桥家啊？谢桥现在在家怎么见人呀？说的是。再说，他不是跟秦淮已经分手了吗？就是啊，所以。 我跟二麦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好主意来。你说我没想出来啊？想出来了，就让谢桥把我们家当谢桥家，这事儿行吧？你是说把他同事接到你们家去？嗯。多聪明啊！是啊，就让他同事以为你们家是谢乔家。哎，好办法，好办法。不行，我给谢宇发过老詹家的照片，当时我还跟谢宇说，老詹家就是谢乔和秦淮他们家。 我估计谢宇肯定给李璐看过照片，你家跟老专家也不一样啊。你的意思是说，谢乔家就必须得是老詹家是吗？哎，这事我回去跟老詹商量商量。赶紧商量，咱得帮帮谢乔。是，咱还得给他找辆车。没问题，车我解决。行。不是那个。 那我干嘛呀？你们借房子的借房子，借车的借车，我当保姆吧，我去他们家干活，金牌保姆。哎呦，懂事儿啊！你还真像一小保姆。小保姆。现在最关键的是情怀怎么办？ 你不是跟他关系好吗？找他去啊！他把谢桥害成这样了，现在想闪门儿都没有，懂什么叫不行吗？秦淮现在正帮老詹买房子呢，我经常看见他，我见着他跟他说。行，我回头也跟他说说。不过这事儿啊，得先瞒着谢桥。Let me show you the garden. Watch out, this is a chair. See, he's got a great pool for the kids and fountain, barbecue. Great for kids or pets. Gotta tell you, we like the place. It would be great though if there weren't any bunnies messing with the lawn. Oh, the bunnies! Bunnies come every day. I mean, if you think they're little pets, you won't be bothered. Plus, the lawn can be easily reseeded. David, I'm gonna need to have to talk to my wife about this. Well, if you guys got time, I can show you other houses. Thanks, but we'll contact you. Okay. You guys want me to walk you out? Same way we came in, right? Yeah. Awesome. Thank you, Jake. Thank you, Kristin. Thank Bye. You. Sorry. You want coffee? I want to ask you. 你到底想不想卖这个房子？我每一次带客户来，你都自己提出什么野兔啃草皮的事情，你是故意的吗？我说的都是实情啊，对待客户要真诚，不是吗？是，你说的对。我只不知道在想什么。有些事情还是别太较真儿比较好。 卖房子是讲究缘分的。喝杯咖啡再走吧。不吧，我得回公司呢。来。是谢桥的事儿，不想听吗？说吧。是这样的，谢桥有个朋友要从北京过来。 我觉得你应该出现，这得看谢桥的意思。你觉得谢桥会主动的去邀请你，跟他一起接待北京的朋友吗？不可能。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出现，因为国内所有的人，包括谢宇，都不知道你们分开了。我二麦端木决定在这儿帮谢桥接待他的朋友，我呢，想请你帮忙。 所以你们要我帮的忙，是要我去扮演谢桥成功又完美的丈夫，这个我恐怕做不到。如果是谢桥他主动提出来要我帮他这个忙，我可能会考虑。而且你们瞒着他，就是在骗他。而且这么做的话。 他会骑虎难下的。如果以后北京来了其他朋友来看他，那怎么办呢？走一步算一步吧，先把眼下的应付过去再说。我不想再去做任何欺骗别人的事情了。Sorry。雨山，雨山，嗯 ，Go ahead。你怎么来了？什么事情让你亲自出马呀？这其实吧，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什么事儿啊？就是我想，我今天。 借一下你的车，完了。借车，借车呀？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儿呢。二妹，你需要用车，你告诉我，我还有其他车可以开呀。哎，行行行行。其实这也不是我用车，我是帮谢桥借车。 谢桥啊，他用车干什么呀？北京要来人嘛，我总不能让他用他那二手车去接人嘛，是不是？咱中国人讲的什么呀？脸面，不能丢人，是不是？所以是他让你来接的。他不知道，你可别跟他说啊。All right, everybody. Can I get a big hello? Hello! Oh, you're so tired. I need a big one. Hello! Hello! Great. So, today, I would love to hear some of you stand up and talk about some of your countries, where you're from, how old you are, maybe something about your family or food that you really enjoy. So, who would like to be our first very brave person? Don't be afraid. Don't be shy. There we go. Excellent. Yeah. Myself is Gauri. Come from India. In my family, have my parents and two brothers. One is younger and one is older. Younger one is a player. He's a cricketer. And my older brother, he's an artist. He's a sculptor and painter. Yeah, and me too. I love art. I'm in Los Angeles, and I love Los Angeles. And I love my teacher, Linda teacher. Oh. Very good job. Okay, is there any other brave soul who's willing to speak up in English? Anyone at all? Oh, I think this young lady. So what's your name? I'm from Korea. Okay. My name is Aviva. It's a Spanish name. Okay, Aviva. And how old are you? I'm 16. And where are your parents right now? They're still in Korea. I'm just alone here, and I'm a shy person, so it's really hard to me. Well, everyone, let's make her feel welcome then. Big round. Okay, let me see. I don't think anyone from the back has actually raised their hands to speak. Is there anyone back? Oh, okay, great, yes. Morning. Mr. Fox is here. He's waiting for you at the meeting room. Okay,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Okay. I'm Mona. Yes. Any spare time between appointments today? Only lunchtime. Lunchtime? Yes. Thank you. Mm-hmm. Penny for this. Very good. Welcome to Japan. Oh, great.喂，雨山。我今天中午有空，我们一起吃个饭吧。好。那行。 那咱们中午见。那个，我先跟客户开个会。时间紧张，我来不及做饭了。嗯，对了，听说你北京来朋友了？这个二麦酒也太快了。需要我做什么？不用。我至少可以请他吃个饭啊。真的不用了，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不用替我操心了啊。嗯。哎，对了，跟你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前两天啊，我去一个华人的旧书店，淘到了这么一本书，《阿 Q 正传》，鲁迅书啊。封面是这个，其实里面有另外一个名字。嗯。女人与面包。这不是小说，这看起来像是剧本啊。它就是一个电影剧本，而且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女人与面包，这名字很商业啊，怪不得会流落到旧书摊呢。想必鲁迅先生也不满意吧，所以才没被采用。做人都不容易，不管是那个年代还是现在，做什么都要顾及到社会观感。作者起这个名字，一定有他的苦衷。这书好像挺有趣的，哪天好好研究研究。哪天你有空啊，我带你去这个书店好好逛逛，里头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书。好。你电话？不是电话，是闹钟。还有10分钟。秦先生，我父母想在回国之前在这附近买3套房子。哦，那太好了。请问一下，你们想要什么价位的房子？100万左右，好出租的。家里打算给我住1套，其他2套出租。对，我儿子说的没错，我们想在美国投资。再说啊，我们会和儿子在美国多待一阵子，所以啊，你帮我们多推荐一些适合投资的房子。好的，那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在美国投资房地产呢，这个相对来说，收益会稳定一点。这一切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求高效益，但求稳妥投资。想请问一下，你们什么时候回国啊？我们近期就会回去。哎，我打听过了，房子的事儿，短期内一定可以搞定，您就帮帮忙吧。好的，那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找到你们想要的房子，好吗？好，越快越好。哦，对了，3套房子啊，最好距离近一点，好打理。那这样吧，咱们争取明天上午再碰一次。好，好，好，那我们就明天见，儿子。这个秦先生太靠谱了。对呀，对呀。谢谢，谢谢，谢谢啊！哎，谢谢，谢谢。我觉得买房这么大事，你得慎重啊。在美国买房子，如果租不出去，你还赔钱呢。3套房子2000多万，如果放到北京去，用不了1年翻一个房啊！我真受不了你们，刚才迫不及待跟秦先生说要买房。出了门就开始怀疑一切。你爸不一直都这样吗？干什么事儿都怕。你懂什么野啊？这么大事你不给留个心眼儿啊？啊？你说他们为什么给你这么热情招待啊？那要收中介费的。在美国干什么不要紧，明码标价就是中规中矩。说明啊，这里边一定有空子可钻，但咱们没有找到门道。哎，你怎么总不想好的，老想着钻空子？就是，美国可是法治健全的社会。哎，儿子，我看你在美国读书读傻了吧？整个被洗脑了是不是？法治健全能保证稳赚不赔吗？我看你读完书啊，趁早回国去。你在这待一下，早给待废了。说什么呢你？费那么大劲儿把儿子弄过来，现在又捣鼓着他回去，我看你脑子才有问题呢。你们这房还要不要买？明天还要不要买？买，这就定了。行了行了，想想吧，回去再说吧。走。哎。你这是不守信用，如果不买，趁早给秦先生说清楚。我说什么说清楚啊？我自己还没想清楚呢。别想了，别想了。你们还在啊？那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能替你们解答。没事了，我们会明天过来。啊。哦。对，我我们就明天见吧，您都费心了哈。好的好的，再见再见，明天见啊！啊，谢谢，明天见，明天见，再见再见，嗯。 准客户，明天早上10点。我心中那片净土，带着爱的光。我梦中那座小屋，有面对山的窗。我以为我已经接近了天堂。 我以为我的爱可为你疗伤，我以为自由就是2个人去闯荡。当夜幕降临，只留下我独守月光。也许梦只属于远方，当你走进却已天亮。 也许幸福只在平凡中生长。Could you stay with me? Don't you love me? 是时间改变了我，还是距离改变了你 ？Could you stay with me? Will you still love me? 是彼此相依。Could you stay with me? Don't you love me? 是时间改变了。 是彼此。